荆轲，战国时期著名刺客，也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庆封的后代。此外，荆轲与青梅竹马的郦姬结为夫妻，妻子的美貌可谓是天下无双。秦王得知后，横刀夺爱，将郦姬掳至秦宫后。郦姬在秦宫后没多久，才得知怀有荆轲之子。公元前227年，荆轲前往秦国刺杀秦王，不只是为了太子丹的天下大计，也是为了救出郦姬母子。没想到被秦王拔剑击成重伤后，被秦侍卫所杀，悲饮。